出去。 现在对回宫就没有半分不乐意了。就这个呀？我愿不愿意，有人听吗？有人在乎吗？我在乎。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我这条命还是你救的呢？ 但是，一再的拖累你，我总觉得不太好意思。况且，我进皇城也不是头一回了。你放心，我要是受封了，不会忘记你大恩的。就凭我这灵光的小脑袋，后宫里也能过得很好。到时候，咱们就可以彼此照应，相互扶持。 不出几年，我也是大业数一数二的大人物，整个皇城上下横着走，谁要是欺负咱们，谁倒霉。那个是不是听起来也特别的心潮澎湃啊？我忘了，那个院子里的牌桌没打爆吗？ 这些日子，谢谢你了。不闪躲，我对你的爱也绝不怯懦，这是我这一生的承诺。就让这一场火燃尽虔诚的。 我陪着你。